好，那时间看起来差不多了哈，到9:10，我都是看前面那个电脑这一台，然后后面的时钟似乎有稍微快一点点这样。啊，不过我看这个电脑的时钟，大概是已经是9:10了。好，那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一个课程的一个部分这样。今天应该可以把第五个单元跟大家介绍完，然后也许可以讲到一点点第六单元的一个部分这样。那可能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学到目前为止，就是1-5这个单元，如果你都还蛮熟悉的话，其实你已经具备有，就是之后如果你想要开发一些自己的物联网的一个系统，你想要写一些程式来控制感测器啦，控制你家里的电器，看到的一个设计程式的一个方法来说，其实学到第五章学完就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如果你未来说，你其实是想要在大学4年这样学完之后，可以做一个物联网系统的话，那你把前5个单元能够熟悉好，知道它在做什么，这样子应该就算足够了。这样，那从第6个单元之后，我们会进入到比较进阶一点的一个单元，这样子。啊，这些进阶点单元是说，以后如果我们想要用程式来帮助我们自动化的做一些东西，譬如说像是可以算一些数值分析啊。或者是做一些比如说控制系统、多媒体系统，做一些影像啦，或是视讯处理的话，那第6单元的内容就还蛮重要的。那而且第6单元之后，难度应该说复杂度会稍微再高一点这样。所以从第6单元开始，我会讲的比较慢一点。好，前5个单元我觉得我讲的算蛮快的，有一些范例其实是留给大家回去多一点时间看这样。但是第6个单元之后会稍微复杂一些这样，所以这个等到开始上第6个单元的时候，就会再把速度放慢一点，让大家可以比较了解第6个单元在讲什么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大概从到第5个单元算是一个分界点这样。前面5个单元算是非常基础，也同时也比较简单，你把它学好之后，至少你在写程式方面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困难。第6单元就是更进阶一点的一个部分。如果大家以后想要去一些软体的设计公司，譬如说微软啦、Google 啦、Facebook 啦等等的，那第6单元之后的内容就还蛮重要的这样。所以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整个的一个规划这样子。然后有一个跟大家说明一下的事情是，虽然我们每个单元都会有作业这样，但实际上可能最后在算分的时候，应该是不会把所有作业的成绩都算进去这样。换句话说，就是说可能我们如果是10个单元，那大概就会有10个作业，那我们可能会取当中大家分数比较高的，譬如说6次来7次来当做作业的一个成绩这样子。好，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前面几次作业交起来可能不太熟悉，有被扣到一点分数，那大家可以把握比较后面的几次交作业的一个机会，然后就取其中比较高的几次出来这样。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再出一些可能比较进阶的加分题，让大家如果你觉得你在作业上面就是把握的分数不够高的话，也有一些进阶的一个加分题可以让大家再去做一些加分这样子。好，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在每个单元做完之后，能够把那个作业做一做，会更加清楚那个单元想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事情是什么这样。好，那我们就从这个第5个单元再继续跟大家往下介绍这样子。好，啊，这边也是稍微先复习一下上礼拜教到的一个内容，这样让大家可以衔接今天要教的一个部分。那第5个单元其实主要教的是算是最后一个程式控制上面的一个方法这样。就是前面我们在第4个单元有教过 if else 的一个部分，这个在下礼拜大家也即将要交那个作业，就是如果什么条件成立的时候我要做什么，如果它不成立的话，那我可能要再判断什么额外的条件这样。这个 if else 在特别是物联网那边是蛮重要的，譬如说如果感测器空气品质感测器，像最近高雄的霾害蛮严重的，你没有感受到吗？就你出去呼吸的时候有觉得鼻孔塞塞的吗？有没有到那么严重？好像说是会呼吸困难的，不知道应该没有到。你们有没有同学有到什么中国大陆北京去过的这样？我北京说霾害更严重，有一个开玩笑的图，他也要戴那种类似防毒面具的这样子。就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然后他们还蛮特别的哦，他们在要举办重大活动的时候，就会想办法叫那些让霾害不会出现哦。譬如说，他就会叫所有的工厂停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在他要办奥运的时候。所以他本来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去北京的话，你看他的天空应该是灰灰的，哦啊，可是，在办奥运的时候呢，他们的天空是蓝色的，所以他们就戏称那个蓝叫做奥运蓝，就是只有在奥运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蓝色这样子。哦，所以像这个空气品质的部分，现在他们也飘到高雄来，高雄最近这几天算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等级这样子。哦，所以好像建议大家在外面要戴口罩这样。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譬如说放一个空气感测器来决定要不要启动空气清净机。哦，所以 EVEOS 在这个场合下就会派上用场。如果感测器侦测到，譬如说 PM2.5 的感测器，就是太高的话，那就把清净机给打开这样，或者是做一些额外的一些监控这样。哦，所以这个就是在第四个单元那边 EVEOS 可以蛮好的一个发挥的一个地方这样。实际上如果大家想要多看一点，就譬如说这种物联网这种系统可以做什么的话，要是我没记错的话，11月25号一个礼拜六，系上会办大三大四的专题的成果展。哦，啊，鼓励大家那时候也可以去看一下，为了要吸引大家去，那个好像有摸彩活动这样子。哦，那个资讯应该之后大家在系上的那个 Facebook 的那边可以再看到，这样你可以看到大三大四的同学他做了什么样的专题，搞不好你这门课修完之后，或者是修完其他课之后，你会想要在大一升大二的暑假，或者是寒假，或者之后的寒暑假，想要做一些专题，那你可以先看看学长姐们他们在做什么这样。好，所以第五个单元这个呢是最后一个控制的一个结构。我们说是如果有一些动作它需要重复一直运算的话，譬如说要算 N 的阶乘啊，或是1加2一直加到 N 啊等等的。哦，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用这里面所学到的一些方式来帮助你，不用譬如说你有一个动作要做100次，你不用真的把那个 code 就写100行这样子，你只要写一两行，它就可以帮你把所有要做的动作一次给做完这样。这个我们叫做 loop， 这样就是回圈的一个部分这样。哦，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上礼拜我们应该已经教到 while 的一个部分这样。哦，就是当什么条件成立的时候，那我这个要动作就一直重复这样。譬如说我们要算100的一个阶乘，我们可能就要重复99次的一个乘法这样子。哦，这样 while 我就可以计算说，那我是不是已经做完99次了。今天会额外教这个 for 回圈跟这个 do while 的一个部分这样。所以待会会复习一下这个 while 回圈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待会你会发现其实这三个是还蛮像的这样。所以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单元的作业其实你可以选用，看你要用哪一种都可以这样。你比较喜欢用 while 你就用 while 做，你比较喜欢用 for 回圈你就用 for 回圈这样。我个人比较喜欢 for 回圈，等一下在介绍的时候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for 回圈是怎么样啊，你可以自己判断看看说，之后你写作业想要用这个还是这个这样。如果是最后这一个，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这最后也会跟大家讲，那要满足某一个条件才可以用这个 do while 的一个回圈这样。所以这边待会会 跟大家再做介绍。今天的另外一个重点是这个回圈里面可以再有回圈，有点像是说之前第四个单元教到的 if else， if 里面可以再有一个 else if， 然后 else if 还可以再继续有 else if， 它可以像是一个槽状的，就是一层一层的这样。这个回圈呢也是可以这样子的，就是说看你自己觉得需要。譬如说等一下要跟大家介绍，如果我想要请大家呢就是用程式帮我印出99乘法表的所有的数值，好，1乘1 1乘2 2乘1 2乘2到9乘9，总共这样子应该会有81种数值，请大家帮我印一个表格，类似表格的东西排好，横轴纵轴总共81种99乘法表的一个表格。最糟的情况下你就是写81个 print f 这样子，然后看你觉得这样会不会觉得很因为99乘法表81个还好这样子，就是你即使要 print f 81次 你可能都觉得还 OK 这样。但是以后如果可能有一些应用可能是那种组合可能是几千种，那你要写1000种譬如说1000个 print f 你可能就会发疯这样子。好，所以槽状的这个回圈就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写出来99乘法表的所有的一个数值，它就等于用两层的 for 回圈，一层就是从1数到9，
另外一层也是从一数到九，总共就81种组合。等一下大家可以再看到这个的一个应用，这样后面这两个是不会教到，不过还是鼓励大家去看一下课本的最后那两节，这样，因为它是跟大家讲怎么做 debug。哦，所以程式写到现在，大家在 debug 上有没有比较有心得？还是说你们写到现在那个 debug 几乎不会用到 debug 的机会？现在写作业还 OK 吗？有没有什么苦水要吐一下的？这个软体会一直出状况。啊，所以是最近看到那个有同学说，那个还是那个就是你，他说他的程式都要重新安装才会稍微好一点，然后安装完之后还是没有效这样子。也是一样这样子，是说，跑出来答案不对这样啊，还是连跑都不能跑？它会一直显示它程式没有关闭，没有关闭哦。然后我就不能再。那如果你重新开机会有？重新开机就是再跑一次，然后第二次就会那个了。第一次可以，第二次不行。嗯，这都是蛮，所以很多同学都有类似的问题吗？都是蛮特别的，你的程式只允许你有一次尝试的机会，要不然就是叫你重开机这样子。我说，要么你就要一次对，要么你就要重开机。啊，你有用那个，我们譬如说 Ctrl L T 加 D L 把那个工作程序关掉吗？有啊。啊，还是不行。是关完还是不行？我后来有改权限。哦，权限哦。所以你是那种那个档案被权限被锁住之类的。哦，好，所以很好哦，你自己还会找解决的方法，我倒是非常赞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这样。哦，所以如果同学有在写作业上遇到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应该都是非常正常的。好，哦，啊，你不要把它当作好像就是老天爷不想要让你完成作业，然后哎，既然他不想让我完成，就不要做好了这样。哦，他是正常，都会出现的 啊。不过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如果你可以解决得掉，一方面你会有比较有成就感，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别同学有问题的时候，你还可以跟他讲，这样他就会觉得你很厉害这样子。哦，啊，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欢迎提出来这样子。哦，就是那个问题应该都是可以解决的这样子。哦，所以作业方面，我是觉得有可能应该，如果特别是越后面的作业 ，debug 会越来越重要这样。就说出来的答案如果不对。或者是执行上会有什么问题，我要怎么知道到底是什么？就是该怎么样去找出问题在哪里？这个 debug 可以稍微讲一下，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课本。它是一个特别的软体，它可以帮你做侦错，它可以让你呢，就是譬如说你的程式有100行，这个 debug 可以让你呢自己决定说，哎，是不是每执行完一行，它就暂停起来，让你看一下那一行的答案是不是对的。你也可以用这个 debug 设定一些特定的条件，譬如说。你只想检查 if else 是不是对的，那你可以设定说，哎，这 debug 遇到 if else 就停下来，看那时候的答案是不是对的，这样。哦，通常 debug 就是希望看一下在哪个步骤答案你变错了，这样最后答案是错的，那你的错到底是从头到尾就错，从第一行开始就错，还是已经执行到最后的时候再错？那个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样。所以这个 debug 大家可以有空的话，如果你觉得蛮有兴趣的，可以学一下。特别以后你想要成为软体工程师的话，搞不好以后软体工程师现在大家预测是未来蛮热门的一个产业，特别是搭配人工智慧啊、虚拟实境那些应用，哦，就是写程式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现在似乎我们的国小好像要把程式设计变成必修课这样子，啊，国小这样子，国外已经开始在做了，啊，但我们好像准备开始要做，好像从小一就要教他写程式。英文哦，英文我不知道，他这是要继续英文幼稚园就开始做了嘛，就是我是觉得非常的神奇，幼稚园就开始学英文这样子。哦啊，国小以前就有学嘛，你们现在国小就有学英文哦？有啊，三年级。这么早？可是幼稚园有学就可以学。对，幼稚园那个应该是家长刻意送去的吧，什么双语幼稚园那一种这样，所以搞不好现在程式已经到小学了嘛，搞不好幼稚园以后就有什么三语的幼稚园。国文、英文跟程式语言这样子，我觉得这样真的会比较，哎呀，三语教学这样还更贵。幼稚园的学费听说现在越来越贵，特别是双语的这样子。对啊，不过英文是有好处啦，就是特别你去国外玩的时候这样子。对啊，像我去日本玩，我就想要学日语这样。
去欧洲玩就想要学德语、法语什么等等的这样啊，但回来之后我就会过一阵子我就忘记这件事情，对啊，去菲律宾玩就想要哎、欸、那学一下菲律宾话这样子啊，可是有点难学这样，还没掌握到那个精髓这样子，好、啊，所以啊，反正至少这个程式语言学起来之后，以后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学程式一开始是一个学科，但最后会变成说它可以帮我节省时间的一个工具。譬如说以后我要写作业，我就自己先写一个程式，它就可以帮我把作业的答案都算出来这样。这件事实际上发生在我的整个学习的生涯当中。以前我把它当学科学的时候很痛苦，那后来发现它可以帮我节省时间的时候，我就很开心了这样子。哦，所以也许大家可以找找看说诶，程式在你生活当中可以帮助你做什么这样子。好，很快的复习一下哈，这个回圈是什么？回圈就是有一些步骤要重复的一个执行这样，所以会有一些重复出现的一些描述，这个叫 statement 这样子。回圈总共有几个类别这样子，好，啊，这个我就不一一重复了。等一下这个单元教完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一种是我知道它会重复几次的，好，这个叫 counting loop， 上次教过 while 的部分，等一下会教 for 回圈的一个部分。另外第二种是我不知道它会重复几次，但是只要某个变数是那个数值或者是不是某一个数值，它就会停止，那这个叫哨兵的哨符的这种、哎、一个控制的一个 loop 这样。第三个是说、哎、那我可以写一个程式去读档案里面的内容、哦、就说我可能有一个档案，譬如说这个档案记录了大家所有人的成绩，那我想要把大家的成绩拿出来再做一些统计分析，那我就会读档案的内容，我就在譬如说我们全班可能有100个修课这样，那我可能本来读取的这个动作就要做100次，但是我可能一开始不知道到底全班有多少人，那我可以用一个叫做 end file 这样，也就是说档案的结尾都有一个特殊的符号，只要遇到那个符号，这个读取的回圈就截止这样。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符号的一个概念，待会大家也会看到这样，也是可以用 while 跟 for 回圈来执行。另外就是说我可能写了一个程式，像上次你提到那个防呆的那个部分这样。如果这个回圈呢，使用者给我一个错误的一个数值或者是不对的一个数值，它可能会造成我的回圈变无穷回圈。那这样我就可以写一个类似防呆的一个机制，就是阻止它去输入就是无效的一个输入。我可以去检查它的这个输入有没有在我要的那个范围内，只要不是，我就一直重复的丢讯息给他，你输入错误数值，错误数值，然后说你怎么会输入这个错误数值？这个怎么可能会输入错误的数值？一直不断的骚扰他这样子，他就会后来就会输入正确的数值了这样。所以待会大家也会看到，如果你以后你的程式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防呆机制，要跟使用者说你现在输入的错值是错的，或者是不是有效的。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do while 这样子的一个回圈来做到这样子。最后就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一部分，就是设定一些特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可以是数量，可以是某个数值、某个档案的结尾，或者是某个数值的一个范围，必须要它输入的数值在这个范围内，它这个回圈才会继续做这样。所以这主要就是这个里面大家可以学到这五个。你在学的时候倒是不用特别去背，主要就是看你分析一下那个问题，我们每个作业都有希望大家去分析问题，你觉得那个问题比较适合哪一个类型、哦、就是就用那个类型的回圈去解决它这样。如果你已经知道它是会重复几次的，那当然就是使用第一个这样。如果你不知道它 会回圈几次，但你知道它终止的条件，你就可以用它其他的这样子、哦啊、但是如果你分析完问题之后发现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回圈，那你就不要应用这一个这样子，要不然你只会弄成一个类似无穷回圈的一个情况，最糟的情况下这样。好，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分析的部分。如果你确定有回圈之后，你要先再分析一下说，哎、欸，那你知不知道它会回圈几次？哦，比如说99乘法表，你知道会有81次等等。但是如果是要检查档案是不是正确的，它可能就没有几次的一个情况。如果知道几次就 counting loop， 如果不知道几次就用其他的这样子。好，所以大家在写这个单元的最后的那两题作业的时候，也可以思考一下，你觉得这个程式基本上它一定是要用回圈，好、啊、不然不会出在这个单元的作业里面这样。好、啊、但是这个回圈到底是你已经知道要会重复几次的呢，还是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到不知道会重复几次的问题这样，好、啊、这个要怎么做这样。好，所以这边5.2 这个就是已经知道要重复几次的一个 loop 这样子。
好，所以这些详细的内容大家就可以仔细看一下，主要就是要避免你写出来一个无穷回圈这样子，这样你的电脑就会你可能会发现，如果你用笔电写一个无穷回圈出来，它会瞬间悲鸣这样子，因为那个风扇会突然间转很快这样子，因为它会跑超快，然后非常多次的回圈，然后你可能第一次遇到它的时候，你会惊慌失措，怎么办？怎么办？这电脑开始悲鸣了，滴，然后不知道我是有出现过这样啊，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最后你只能按下那个把电源拔掉这样，啊，这样你电脑可能就坏了。说你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如果是那样，你应该可以用 Ctrl 加 DL。Ctrl 加 Alt 加 DL 把它关掉，这样真的不行，你再去关那个电源这样。所以while是上礼拜教的一个重点，你就看到它的固定格式就这样，某一个变数，只要这个数值，它会一直数，数到譬如说会重复100次，那这个变数一开始，譬如说就让它是0，然后开始数数数数数，数到99，这样刚好是100次，只要小于100，它就去做什么事情，它就会做100次了。所以我再复习一下，注意一下这边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有初始值；第二个，必须有终止条件。你要记得哦，你这个终止条件呢，你要确定它一定会收敛这样子。好，比如说这个小于 n， 如果你这个 n 呢弄一个超大的数值，好，或者是弄一个你或者是这样子，如果你这个忘了写这个初始值，它就不知道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数，搞不好它是一个超小的数，它永远不会小，永远不会大于这个 n， 那你就会弄出一个无穷回圈这样子。所以这个都是大家在写的时候要注意到的，初始值、终止条件，你要确定它会终止，自己想一下，你在写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回圈会终止吗？啊，如果你忘了漏掉这个，其实也还好，因为你的电脑会跟你讲，这样你就会发现就刚刚的情况，它就一直跑非常多次这样子。好，所以注意一下这个部分这样。那另外一个在补充说明的，上礼拜其实也有跟大家讲，这个不见得要从零开始。这边是往上数的，0到100，要重复100次呢，可能每个人习惯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是习惯倒数的，我从100扣到0，那也可以，如果你要100扣到0，这个就改100，这个呢就用减1就好了，这样没有人规定一定要是从0开始的，你也可以从大数一直往下减，如果你觉得你喜欢的话，也没有人规定要用加的，你也可以用乘的，也可以用除的，这样只要你确定它就是会总共做100次就好。所以100次通常大家是用加减这样子。那要不要从0开始你也不一定，你也可以从1开始数，你如果不喜欢数位系统它就是要从0开始的话，那你就从1开始数，数到101等等的这样子。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自由的去决定，只要你确定次数是对的，然后这个会收敛这样子就好了，这样不要把它变成无穷回圈这样。好，所以这些范例我就不仔细讲了，等一下我们从 for 回圈那边开始大家可以再看到这样子。总之它就是一个while回圈，它有个初始值，这边向它要做7次，所以它就是小于7，从0开始数，然后每次加1。大家在看这个范例的时候可以看那个不同颜色的，这个颜色应该是来自于大家课本里面，课本里面只要是不同颜色，其实跟讲义一样，讲义如果那个字是不同颜色的，大家就可以特别标起来，那个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是个重点这样。所以这边特殊的地方是在这个紫色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好，所以这边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这样子。累加器，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变数，可以一直把某一个数值一直累加上去。所以譬如说简单的应用就是，如果我想要请大家从1加2加3加到100，你要怎么做这样子？你可能叫一个变数叫做 sum， 这个和这样子，然后就重复100次，然后把1加2的结果存在 sum， 然后 sum 的结果再去加3加4加5加6一直加到100这样。这个就叫累加器，所以像这个范例，它是在算一个公司支出员工的薪水总和。你也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这个 total pay， 这个 total pay 就是那个和的一个意思。它每一次的回圈里面，这个 total pay 呢就会一直加每个员工的一个薪水，每次就一直递增上去这样。注意一下，这个都要有初始值。你写程式的时候常见到的错误就是没有初始值，只要没有初始值，你出来的答案就很奇怪这样。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变数一开始是什么数值这样子，它可能是任何数值，如果你在运作的时候有太阳粒子打进来，它又是另外的一个数值这样，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应该说要注意一下，特别要注意要有初始值像这个部分这样。好，那接下来我就要讲 5.4 了，这个就是新的一个部分这样。
是你如果5:04之前，刚刚我讲的那个复习的，你都还有感觉。从上礼拜这样经过一个礼拜，没有被其他课程摧残，导致你对学术失去一些热情。哦，比如说，今天似乎今天下午的课，你们都觉得会有一些问题，这样。哦，如果你对之前教到的，就上礼拜教的东西都还蛮有感觉的话，其实你看5:04之后的，他的观念都还蛮类似的。他说到底就是要跟大家讲说，针对这问题，你怎么设初始值，怎么设终止条件，好啊，你真的能够确定，这个回圈会终止，然后它有运作到你希望到的一个终止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好，所以我们前面刚刚复习到一个 loop， 一个回圈一定要有初始值。好，所以等一下接下来要教的是 for 回圈。for 回圈呢，它很清楚的把这些必要的条件写出来给你看，这是我喜欢用for 回圈的一个原因，这样。好，必要条件有哪一些呢？第一个呢 ，loop 的控制那个变数要有初始值，然后第二个呢，你要去测试那个初始值呢到底有没有满足，应该说那个你要去测试那个终止的条件有没有被满足，譬如说要重复100次，还是某个变数的值有没有等于什么特殊的值，我要去做测试。第三个呢，我要去更新那个回圈要不要执行的那个变数的一个数值。譬如说，如果是要100次的话，我就要去更新那个次数那个数值，这样。for 回圈呢，基本上它就是由这三个元件所组成，所以待会你会看到它就是在它的语法里面就已经分别包含了这三个东西。for 回圈语法呢，长像这个样子。如果我们用刚刚一模一样的范例，就是重复譬如说100次。每一次要执行的时候，它就印一个这个 star 的一个符号出来。那么 for 回圈的写法会变成是这个样子。for 回圈里面就三个东西要写，这样。第一个初始值，就这个初始值。譬如说一个 count 的一个变数，一开始它先等于零。好，刚刚有跟大家复习过嘛，这不见得要等于零，这样。你随便要什么数值都可以，只要你确定次数是对的就好了。这边用零做范例。那我希望呢，这个数值呢，等一下会一直加一这样子，就是这个 update， 每加一次我就重复做一次。如果是100，我希望它做100次，那我在中间这个终止的条件，中间这个呢就是终止的条件，只要这个，或者是说你要解读为是持续的 loop 持续的条件也可以这样。譬如说这个 count star 如果小于这个大 n， 譬如说我们定义叫100好了，好，那这样子整个回圈的意思就是说，一开始它等于零，它每一次。只要零呢，它会先检查这个零这个数值有没有小于，譬如说100，如果有，它就印这个东西。印完之后，它把它的变数加一，哦，加等于一。上礼拜也有跟大家教到，哦，就是加等于一就等于拆开来看就是 count 等于 count 加一，哦，简单来写就写成加等于一这样，哦，看等一下还有更简单的写法，就加加就是更简单的写法。但等一下会有一个问题，你写 count 加加。跟写加加 count 是不一样的，哦，加加 count 跟 count 加加蛮奇怪，蛮绕口令的，哦，等一下会看到这样子。好，哦，那最直觉的写法就 count 等于 count 加一这样子，哦，这是最原始的写法。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回圈的一个设计。啊，我喜欢这种写法，是它写的就很明确，我可以如果程式有错的话，我可以很确定就是到底这个回圈呢到底执行了几次，这个条件我有没有设定对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大家多写几次应该就可以记起来了，哦，不用特别硬背这样。初始条件测试这个条件到底持续的条件还有没有被满足，然后去更新这个条件的这个变数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这个 for 回圈的一个写法这样。好，这个呢也是前面所教到一个应用，前面写了一个程式，就是说有一个老板他想要登记他每个员工的薪资，但前面我们是用while回圈去做的，哦，while回圈，比如说啊，7位员工，他就用while去测试他的变数有没有小于7这样。如果是用for回圈呢，就这样子看紫色的这个部分这样。注意一下这个 count 呢，一开始要有初始值，比如说它等于零，哦，它现在有7位员工，所以它譬如说这个 count 持续的条件就是这个 count 呢，它等一下会一直加一，一直加到什么时候呢？加到他的员工的数量，哦，比如说这边有7个员工，那个这个 number employer 哦，就是7这样子，哦，所以他这样这个回圈就会做，就是具体来说就是7次，哦，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把刚刚前面所教到的while回圈替换成这一个，所以他们两个功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才说，大家之后写作业的时候，看你觉得看哪个比较顺眼。个人觉得这个我看的最顺眼，这样我看坏儿很不顺眼，看他不爽这样。哎，坏儿娟我看就觉得，但有的人就觉得，哎，坏儿娟看起来很友善这样。因为我比较习惯写复回圈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清楚的这样，所以这个大家就可以自己看一下，你要用坏回圈做，还是要用复回圈做这样子，其实是都可以的这样，然后作业也没有限制大家要用哪一个，只要你可以把那个回圈的性质给实现出来这样子就好这样，所以这个大家回去的时候可以再对照前面的坏回圈看一下，这边的重点就是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复回圈要怎么用。注意一下，这复回圈里面如果有多行的描述的话，要有一个大括弧，这个把它包起来。哦，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那个如果少写的话 ，debug 也会有点困难这样。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在复回圈里面，这个变数在做更新的时候写法可以写成什么？你可以写 count 等于 count 加一，也可以写成 count 加等于一，甚至你就是写成 count 加加，这个都可以。随便你用哪一个都好这样子，只不过等一下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写法，要注意一下是 count 加加还是加加 count 是不一样的，哦，它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这个等一下让大家知道一下。你也可以用减的 ，count 等于 count 减一 ，count 减等于一，或者 count 减减，哦，这个都可以这样，哦，回去的时候可以试用看看，看你们觉得你们比较喜欢用哪一个，啊？如果这样看的话，你们可能会比较喜欢哪一个？因为最简单是吗？所以你们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多字了，这样你打起来觉得非常的，就心情不好这样子。万一它不会动的话，心情更不好。好，所以如果你们比较喜欢这一个，哦，那等你们就用这一个。啊，不过等一下注意一下，是要用加加 count 还是 count 加加？它会有一个副作用啊，哦，这个就是 side effect 就是副作用这样。哦，在大家的课本里，它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文字。我们做了一个运算，我们希望说，这个运算。它可以，好，比如说这个 for 回圈，这个减减是一个运算。我希望呢，这个 count 的减减之后呢，它不止这个 count 的数值会减一 ，count 的数值还会被后面的 for 回圈的，应该说这里。如果这里我写加加好了，这个 count 不止会加一，这个 count 还这个变数还被拿来这边做运算这样子。它有两个功能，它自己的数值会增加，它还会被别人拿去做运算。所以待会我要跟大家讲的事情是说，如果是 count 加加跟加加 count， 它会在一个地方不一样，就是当这个数值加完之后，它被拿去用的时候，它的数值到底是加之前的结果还是加之后的结果？好，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这个就是它叫做它的副作用这样。譬如说像这个样子，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例子。他写呢 ，j 等于加加 i 跟 j 等于 i 加加一样的东西是，不管你写左边跟右边 ，i 的数值都一定会被加一这样子。好 ，i 的数值都会被加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本来 i 的数值是2，但 j 的数值我不知道，这是 before 它这个被执行之前，不管你写左边那个还是右边那个，最后 i 的数值一定都是3这样，一定会被加一这样。但问题是在于呢，就是接下来如果这个 j 有被拿去用的时候，到底 j 的数值是多少？如果你把这个加加写在 i 的前面，我们叫 prefix， 就是字首这样。i 加加呢叫字尾这样。如果是字首的话呢，那么它的运作就是像这样子 ：i 的数值加完之后再给 j，i 的数值加完之后再给 j， 所以 j 的数值跟 i 的数值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写成 j 等于 i 加加呢，它就是不一样的意思了。它先把 i 的旧的数值给 j， 自己再加一，所以 j 的数值是它旧的数值是2这样。好，简单的看法就是等于后面到底是先看到加加还是先看到变数？先看到变数，它就是把变数的旧的数值先给它。好，我先给你我本来的数值，然后我自己再去加一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注意到的一个部分，这样。到底我在你如果在写 for 回圈的时候，看说你是比较喜欢你的回圈是哪一种性质，这样你是要让它拿到旧的数值去做判断的，还是新的数值？哦 ，j 的数值是 i 的新的数值，还是旧的数值？哦，这个就有差别了。这样一般我们是用这个，后面你看到那个回圈都写这一个这样，
就是他会拿他在看他答案是不是正确的时候，他会先看他旧的数值去做判断。你写这样跟写这样大概回圈就是会差一次这样子，好，回圈的条件上面你是这样子，在这边是这样，这边写加加或者是加加这一个，好，大概如果你有把它指定给某个变数的话，顶多就是差一次的结果。所以万一你出来，譬如说你的程式出来，你预计它要跑100次，结果它跑了101次，那你可能就要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的问题，你写成这个还是这一个这样子。好，这个回去的时候你自己看到，你可以自己先写个笔记，这两个大概差别就是你在可能 for 回圈上面你拿来做控制就会差一次这样子。所以你如果你发现哎、欸、你的回圈怎么写就是多一次或少一次，可能就是这个问题这样。好，所以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这样。好，现在这是另外一个范例，要问大家说哎、欸、如果现在有个作业啦，有个程式设计的题目是请大家写一个程式可以算阶层，我给你一个 N 可以是100可以是10000，请大家帮我算出那个 N 的阶层，那我们要怎么写这样。这边就可以用 for 回圈来写这样子。好，所以譬如说像这样子，这个 factorial 就是算那个阶层的一个部分这样。假设现在我们是把它写成一个 function， 这个 function 之后可以被放在 main 那个 function 里面，所以再复习一下，希望大家写程式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分解这个整个程式大概需要几个步骤，每个步骤就是一个 function， 这个就是一个 function 这样，就之前教到的那个部分。那这个 function 里面呢，我们要做这个要怎么做呢？现在我们要做 n 乘上 n 减1乘 n 减2一直乘到1，这个就 n 阶层的一个部分，那就用 for 回圈，有个变数叫做 i 这样子。 i 从 n 开始，这是它的初始值，它是从 n 开始，譬如说 n 现在是100，我每次都去减1这样子，然后有一个 product 这个变数，一开始呢就 n 等于100，一开始 product 的数值是1，第一个步骤我先把这个100乘上这个1，第二次的回圈呢再把100乘上接下来的99，这两个乘完之后的结果再乘上后面的98，所以这边的 n 减1 n 减2 n 减3就是这里的 i 这样子，就它就把它变成这样。所以这边是用减的一个应用这样。好啊，大家如果你要用乘加的也可以这样，你也可以从 i 等于应该是从2开始，从2开始一直让它一直增加到 n 加1这样。注意一下，如果你是要从开始的话， n 应该是终止条件是到 n 加1这样子。好，所以这边大家可以回去的时候再试做看看这样。看到有些同学好像回去的时候还会再找一些额外的题目来做练习，我觉得非常好这样。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不太熟悉，你可以多找几个题目。这种范例我是觉得回家大家如果有空，你觉得想要多熟悉，你把它打进去看跑出来是不是这个结果，应该是会蛮有帮助的这样。我以前在学程式的时候真的这么做之后，我觉得是还蛮程式就还蛮好玩的这样。好，所以这个就是 for 回圈这样子的一个写法这样。好，大家写作业的时候可以试试看啦，就是你要用 for 回圈还是用 while 回圈这样子。好，这个应用这是另外一个课本提出的应用，他要请大家把设式转滑式这样。这种设式转滑式你可能会觉得到底有没有重不重要这样，你们觉得 这件事情在你的生活中重不重要？你如果一直在台湾就不重要这样子，那像我之前去美国就很重要，因为美国都是华氏这样，我们华氏100多度，我想华氏100多度是很热还是很冷这样子，那时候就会觉得哎、欸、那有可能有，我那时候查是会去连去什么雅虎查那个啦，就是现在什么华氏多少对应到摄氏多少，有点像是雅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会去查币值这样，像这次要去菲律宾我就会查一个菲律宾币大概是台币多少，大概是 0.6 这样子。阿、啊、罗你以后去韩国那真蛮特别的，韩国一块钱是我们的 0.02 的样子以前嘛。好，所以你会看到他们韩国人拍韩剧就随随便就说哎、欸、你欠我大概10万韩币。10万币大概就是2000台币这样子。好，他们随随便就几亿韩币好像很大。啊，更夸张啊，如果你看到越南盾，世界上币值最低的币好像越南盾应该是后面几名的吧。好，所以可以看一下这样，我觉得有时候这样还蛮好玩的。所以这边大家这个例子就是说，他要请大家呢，就是做一个对照表。这个对照表呢，是可以从在某一个设施的温度范围内，
每一次就是差五这样子，譬如说摄氏25度、20度、15度、0度、-5度，对应到华氏是几度？好，那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要怎么算。所以第一个呢，等一下要写程式的时候，因为这个条件的关系，它每次要减五这样子。好，那它可能会有一个需要对应跑几次这样，譬如说从20度一直到-5度，那我就有固定的几次这样。所以等一下我们用 for 回圈来做这样。每一次就是减五，然后每一次的回圈呢，我就去做这个华氏跟摄氏的对应。这样，有谁还记得摄氏怎么转华氏吗？我记得好像是乘以一个什么3/5加上32这样子，9分之多。哦，所以你们记得蛮清楚。我那时候在美国算，我就看那个9分之几很像是一半了，所以我都是把它除以2之类的，然后再加上32这样。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哦，所以大家还记得这个是。大一的物理有在教到，还是这个已经是常识了？老师，这个是常识。老师，这个常识你都不知道，那你就落伍。在这里啊，华氏等于摄氏乘上1.8，再加上32这样子。公式在这里。至于这个公式，大家可以回去查，这样应该是正确的吧？然后你们是说9分之几是华氏转摄氏是吗？5分之9，哦，那就这个，就1.8这样子，好，很好。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呢，其实它也就蛮单纯的，你只要确定好它到底要做几次，每一次要做什么，哦，它就要做这个公式，这样把这个摄氏转成华氏，好，哦，啊，做几次呢，就在这个紫色这边来做控制，这样，好，哦，这个详细大家就可以看一下了。每一次呢，它就是一开始它有一个初始值，初始值它这些都定义在这里，一开始是10度。然后呢，它每一次就是往下减5度，所以这个减等于这个 C step 这边它是5，每一次减5度，一直减到它小于-5，这个 limit 那边是-5，所以它等一下就会做出像这样的一个表格，这样从10度减5度，减5度，减5度，总共4次。哦，你看它这里就没有那个次数这个关系，它终止的条件不是做几次。而是这个摄氏的温度有没有持续大于等于它设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个-5，所以它总共会在这个例子来看，它就会做4次这样。每一次呢，它就把这个数值乘上1.8加上32，算出来这个答案。所以如果你的程式之后想要印类似表格的效果，你就可以用回圈这样。如果你要印一个有2个维度的表格，譬如说。是刚开始我跟大家举的那个例子，请大家印一个在你的电脑上印一个99乘法表给我看，这样你不可以用暴力法做，你只能用 for 回圈这样，你不能让我看到大概有81个 print f， 那这样我可能会发疯这样子。哦，你可能会发现之后有的人写程式就是用不断的用 print f， 其实任何程式应该都可以用 print f 写出来，这样只要你知道答案是怎么算的，那你一定可以用 print f 印出来。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他很会写程式，然后你打开他的程式是一堆 print f， 那个都是假的，这样子，就说他根本就是硬刻的这样子。好，如果是这个程式，你要什么答案，我一定可以给你什么答案。只不过如果你下次给我不同的数值，我可能就要重写那个程式。如果你叫我写程式就是印出99乘法表，那我可以刻一个81个给你。但是如果你下一次说，那你可以给我一个100×100的乘法表吗？那我就跟你说不行。因为你要给我一些时间写那些 print f 这样子，哦，所以但如果你是用 for 回圈，那就可以做像这样子，哦，就是那个就是一个给的一个变数这样，所以待会我们会看到这样。这个表格大家回去的时候也可以仔细看，我倒是觉得这个是对大家理解那个程式怎么运作是蛮有用的。他跟你讲说，每一行执行完的时候，它每个变数的数值变多少？譬如说一开始第一个程式的这个执行的范围。注意到这边，它有帮你标出来这个12345，这个也是它每一个步骤是执行这第一步、第二步，然后第几步这样。譬如说这个 for 回圈呢，执行的顺序是一开始它会先设定初始值，接下来看这个初始值有没有小于这个条件，所以一开始你会看到第一跟第二步都会做，满足这个条件之后，它会先跳来执行这一个，再执行这一个。好，执行完之后，它会去做这个更新的动作，它就会做这个第三步。第三步这样，第三步如果满足的话，再去继续跳回去。第三步做完，检查这个条件是不是还有被满足，然后再继续做这个动作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我要讲的，其实是这个就是大家 debug 的过程。你如果答案出来是错的，
那你要思考一下你的城市执行的步骤是什么。你觉得哎，在这些步骤里面是第几个步骤出错了？像这个他就帮你把每个步骤的变数的数值给写出来，比如说第一个步骤一开始设施还是10度，好，啊，算完之后华氏会变成50度，那你就可以看哎，这时候算出来的华氏是对的吗？你可以把它 printf 出来。接下来呢，这个10度会减 5， 它就变成5度了，它会再算出一个新的数值。所以这样子追踪这个流程，你就可以知道万一出来最后答案是错的，你就可以回推到底是哪一个步骤是错的。如果你自己觉得说，欸，自己写 printf 太麻烦，那就用前面刚刚讲的，在讲课本的最后面那一章节的最后面有个侦错器 debugger， 它就可以帮你做这一件事情这样。好，所以这个大家待会可以看一下这样子。好，这个就是 5.4 的部分，基本上就是 for 回圈了。所以基本上来讲，现在教到这里，大家应该写作业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看你要用 for 回圈还是 while 回圈，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把作业想得太困难，这样你把它想得太困难，它就真的很困难，这样有问题记得问这样子。好，所以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子。好，目前为止我大概都是看到固定的一位同学这样子。好啊，你可以问助教或者问我这样。如果是作业相关的问题，就要问助教这样。好，看他是改的时候是哪个点，他把你的分数改得比较低，还是甚至零分这样。好，5.5 好这一节。好，这个讲完之后就有一个小小的练习，让大家可以提振一下精神。啊，如果等一下下课时间先到，那我就先用笑话提振大家的精神这样。好，看哪一个先来这样子。好，我看这一次运动会好像老师不用去跳舞这样，之前都是要的。然后老师如果要去跳舞呢，你一定看到的不会是资深的老师这样子，一定都是那个最刚来没多久都会被派去跳舞这样。那你就看到老师很神奇的，他在台上的样子跟他跳舞的样子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样。对啊，我看好像这次运动会好像没有，所以你们礼拜六有要去参加那个校庆吗？不想去啊，你们是一定要去这样子，是要跳那个大会操哦？跳大会操好玩吗？有音乐吗？什么音乐啊？今年是什么歌？我记得有一次是那个什么七彩霓虹灯之类的吧？还是啊，我想起来那个伍佰的那个，啊，你是我的花朵这样子，你有听过吗？但我有点忘记怎么唱，反正他就是让花朵那边比啊比，然后就叫所有老师，就那个一个叫许秀桃老师，就要带大就所有老师跳这样。今年也是他吗？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来，大家来，左手右手，我不要吓到这样子。那他这样教，我觉得是蛮好玩的这样，所以大家都是不愿意这样子，就是校庆这样，我可以吃看一下那圆游会有什么好玩的这样，对啊。好，接下来讲一下 5.5 的部分这样。5.5 要跟大家讲就是所谓的 conditional 的一个 loop 这样。这个 loop 的重点在这里，不过这个讲义好像一开始我没有把它标成这个颜色，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把它标一下，这是它的重点。所谓的 conditional loop 就是你不知道它到底会执行几次，但是你知道在什么条件下它会终止，哦，所以这个叫条件式的 loop 这样。你不知道它会执行几次，但是你可以设个条件，说这个条件违反或者是满足的时候，这个条件就这个 loop 就要终止。好，这个叫 conditional 的一个 loop 的一个部分这样。譬如说像这个例子这样，这个例子呢是要这个例子如果大家看课本的说明的话，哦，你会看到比较详细的，所以我用口头讲一下。这个好像是有一个那个算是炼油厂这样子，啊，这个炼油厂呢它要去监控说它现在的油还够不够，它每一次呢可能会被人家拿走就是一些油这样。这个油呢是用桶来算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例子里面看到，你可能要看你的课本会比较清楚，有个字叫这个 barrel 这样， barrel 这样。有同学知道 barrel 是什么意思吗？哦，桶，哦，很好，桶这样。如果你们都不用当兵嘛，如果你有当兵的话，你会更知道这个 barrel 是什么意思。这个 barrel 叫炮管，另外一个意思是炮管。我以前是当空军里面的炮兵，所以我就对这个字非常熟悉这样子。因为我们如果你去当兵之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真的进去那个军里面，发现他们翻英文都蛮好玩的这样子。好，像高铁的接送区那个英文，你们知道翻什么吗？
高铁，好像写 Kiss and Goodbye，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个还算正常的。然后我记得以前有那种直翻的这样子，就是那个内容是什么？比如说外国人去我们的学生餐厅里面看到什么什么麻油鸡啊那些，我记得有的是直接翻那个中文的音，这样麻油鸡，好像这就觉得很瞎这样子，对啊。好，所以 Bello 是一统，在这里是一统的意思。好，所以这个程式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个 main 里面啊，就是你看到这里也不同颜色，就是它特殊的地方，它会去监控它的这个油啦、啊，或者是瓦斯啊，可能这 gas 应该是瓦斯，瓦斯还剩多少这样。那、啊、你需要给它什么资讯，它才可以做这个监控呢？就是说它的监控是说，如果这个瓦斯的量低于某一个含量的时候，它就要发出警告，所以必须要跟它讲，哎，这个最低必须可以到多少。然后呢，一开始它有多少？这个 start surprise 这个就是一开始的一个部分，这样。好，所以在这个程式里面呢，它就会把就是你一开始要先输入说，哎，你现在在你的这个算是你的容量这个桶子里面呢，还有多少瓦斯这样，这是一开始的部分，它存在这个变数里面 start 这个 surprise 这个部分。接下来呢，就把这个资讯丢到这个 function 来，这个就是 monitor 这个 function。丢进去之后呢，来看一下，哎，这个瓦斯的含量还有没有高于最低的这个容量？这最低的容量呢，是一开始就要定义好的，哎，应该是在这里 minimum 这个就是看是它的百分之几这样。哦，这个 min 在这边就定义是十，所以意思就是说它的最低呢，就是它总容量的百分之十这样。哦，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汇整一下，这个程式。它要监控现在目前有的瓦斯有没有低于它所含有所含量的10%以下，如果有，它就发出警告。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那就来看这里，其他中间大家可以自己看这样。它的复合圈到底在做什么呢？它就设定一个条件这样子，它就要去监控说，哎，那现在它的瓦斯够不够？一开始它的瓦斯量是这样子，每一次呢，它就会去减少被取用的这个被拿出去用的那个量这样。哦，所以这边这个量呢，就是在这段里面它所输入的这个程式呢，使用者必须要他每拿一个东西，就要跟这个程式讲，我现在拿了，譬如说十桶，我本来可能有1000桶，那我现在拿了十桶，我就要把这个资料登录到这个程式里面，它就剩990桶，然后我就要看这个程式就会帮我判断，我拿了之后剩下来的瓦斯有没有低于10%。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个终止的条件，是大于等于一个 minimum 的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这个单元所谓的 conditional 的 loop， 它不是要执行几次，它是要这个目前的含量还大于等于那个最小的那个数值，这样子就可以继续做这样。好，所以这个详细的我就不仔细看了，不仔细讲，不然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结果上来看，大家可以看这个，其实我觉得你看程式也许可以先看这个结果这样。一开始呢，它有8500.5桶这样子，所以还剩这一些。然后呢，后面这个是应该是我额外加进去的，大家可以看你的课本讲义上可能是没有这一页。接下来呢，这使用者就说，哎，那我现在拿走5859桶，然后就会帮我说，哎，那现在还剩下8361桶。然后接下来我又继续输入，因为它这里有个复回圈，它会让我一直输入说，哎，我到底现在拿走的量还有没有让剩下的量足够？接下来我又拿走7000多桶，那他就还剩8180这样子，一直拿，直到最后这边 warning 这里。如果我拿完之后，万一那个数值剩下来的这个数值，已经没有大于等于那个 minimum 10%了，那就会出现这一行文字这样。你拿完之后剩下已经没有10%了，所以他就要通知那个什么天然气的公司来帮他加这个。汽油，应该说瓦斯的一个部分这样。好，所以这边大概是这个样子，让大家就是看一下这样。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回来我们再让大家做这个练习好了，这样，好，让大家补充一下元气这样。好，后面那个时钟15分的时候回来这样。后面再讲就是剩下来的部分，5.6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复回圈。好，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你可以不用限制于说，哎，一定要用什么复合圈，你就看你喜欢的，你只要觉得这个可以帮助你解决那个问题就好，这样子。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介绍3种哦，就不同的一个复合圈。前面教过，就是条件的复合圈啊，坏尔的
条件的一个回圈这样。接下来介绍说，那如果是另外一种少符，这个少符其实也是一种条件，它是一个某个变数，只要那个变数的数值是那一个数值的，是特定的数值，我就终止这个回圈。或者是第二种，我去读一个档案，只要那个档案的最后有一个终止的符号，我就结束这个读取档案的一个动作。要注意到，就是如果你输入的资料是错的话，你有可能会造成无穷回圈。好，所以这个章节在写程式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不要产生无穷回圈这样子。好，这个是跟大家讲说，大家在学，我想说，通常那个声音我是习惯从这边来，那为什么是我的左耳？那耳朵失调。好，这个是说之后在写这个章节的作业的时候，或者是以后的程式，你要先分析一下那个问题，看说，需不需要回圈这样。它有一连串的一个步骤，比如说第一个，比如说像刚刚那个说可以监控那个瓦斯还剩多少的那个问题，这个跟前面教到的是一样的，它的 input 是什么，它的 output 是什么，这边要特别注意到的是这两个这样子，应该说这三个，这个问题需不需要做回圈，会不会需要做重复这样，也就是说这章节的问题在做分析的时候，你要多这三个步骤这样，确定好这一次要写的这个作业它有没有回圈，它有没有回圈，如果需要回圈的话，你知不知道它会重复几次，像刚刚那个瓦斯的那个，你不会知道要重复几次，因为每一次那个人拿走多少瓦斯的量你是不能够确定的，有时候拿多一点，有时候拿少一点，我们只能够知道说我能控制的就是它剩下来的瓦斯量要在 10% 以上，所以像这个题目来讲，就是瓦斯的这个，你就不知道到底它会执行几次。如果会执行几次答案，应该说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你就 for 回圈看 for 几次这样子。那如果这个 for 回圈没有几次的话，那你知不知道到底它会持续到什么情况下？比如说这个例子就是说，只要现在的这个瓦斯量，没有低于 10%。那这样子它就可以继续做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让大家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整个比较详细的一个部分，这边就不仔细跟大家一个一个看，字比较多，这个大家可以看课本或是看讲义的一个部分这样。好，现在要跟大家讲就是说，那这种叫哨兵，就是站卫哨，就是有那个以后，不过应该不会，大家当四个月的兵，你们当四个月的兵是暑假就可以把它当完的意思吗？现在这边所有男生是都要当四个月的兵的那一种吗？你们是吗？他是可以暑假两个暑假去当这样子吗？可以啊，你们都是选这种吗？不要，就一次当完四个，两个暑假好像去成功岭那种受训那样，然后你就被很多班长乱骂这样子，说你怎么动作那么慢啊之类的。不过他不是这样子骂，因为我骂不出来他们那一种这样，他们那种很蛮厉害的骂法这样。好，所以好，就是哨兵啊，也就是说有一个站卫哨、站哨的那个人，帮你把关，说这个 loop 什么时候要结束这样子。好，所以譬如说，在这个范例里面，这个 score 就是一个哨兵的一个符号这样。这个范例等一下大家会看到，它其实就是要请大家就是输入同学的作业成绩，然后把它加总起来。但是问题在于说，你一开始并不知道有多少个同学。现在问题是这样，我现在拿一堆资料给你，但是然后我会不断的输入成绩，但你不知道到底有几笔，那这个情况下你怎么写这个程式？你怎么让这个使用者能够在他输入完的时候，这个回圈就刚好停止？这个问题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已经知道100次，那就很简单，你就 for 100次，只要输入100笔资料。但现在呢，他可能譬如说总共有1000个人。他今天只想输入150个人，他就累了。比如说，可能以后大家研究所的考试，像我们考试一次就要改可能一两百份的考卷，我可能会分好几天来改。比如说第一天我只想改50份，我就输入50份的成绩。但第二天我可能时间多一点，我可能要输入75份。我每一天输入的值是不固定的，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他到底会输入多少值。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哨兵的这种写法。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会请他输，一开始这个成绩总和要有初始值，初始值很重要这样。然后呢，我就开始请他输入第一笔成绩。然后接下来呢，我就做一个回圈的一个判断，譬如说这边用 while 来做。
如果这个输入的人他不想要输入成绩了，那是他的最后一笔。那我就跟他讲，我的程式人，如果你觉得你这个成绩已经输入完了，你不想再输入了，你就譬如输入一个负一给我，那我就可以帮你终止整个条件这样。好，所以本来他是输入零到一百的数值，这是一个成绩这样。那哨兵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譬如说你就输入，你也可以叫他输入什么99999啊，这就代表你已经不要输入了，或者是输入一个负号、一个负值、负一啊、负二啊等等的。所以他整个的观念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一开始他是零，然后请他开始输入这个 score 这样。只要这个 score 呢不是我们所定义的哨兵的数值，譬如说是负一这样子，那就帮他把这个 score 加到这个总和里面，然后请他再继续输入下一笔资料。下一笔资料输入进去之后再继续检查，那这个资料是不是负一呢？如果不是，就代表它是个有效的资料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通常一个就是哨兵的 loop 是长这个样子，这样就是你要去检查它的这个变数输入的数值是不是那种特殊的符号，这样特殊的数字。要注意到呢，这个是不正确的一个哨兵的 loop 的写法。好，让大家来玩玩看，大家来找茬这样子。这个跟前面这个差在哪里？这样，这个跟这个差在哪边？首一行是第一行啊，第二行，好，你们觉得这个第二行到底要不要先写？这样就这样子写，课本讲义都说是错的，为什么错啊？这样会有什么问题？这样，课本其实有写啊，我要让大家直接思考看看。他这边有一个 score， 这边有一个 score， 他不是感觉是多，就是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动作要写两次这样？这边为什么一定要先做一次才可以判断这个坏儿的这个符号这样？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写这样？初始值。好，坏儿，如果你这样子写，是当他进这个坏儿回圈的时候 ，score 是什么数值？随机的，好，那你这样子，搞不好这个一开始这个坏回圈那个 score 就是一个要终止的符号，它连输入都不给你输入这样子，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两个差别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初始值这样子，就说这个 score 到底初始值是多少？你如果这样子写，它就没有这个数值，你这个坏回圈可能会有问题，这样，要么它不执行，要么搞不好程式会跟你说有错这样子，好，所以还是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只要你要判断的条件的前面，你一定要先让它有初始值，确保这个程式是会执行的。那这边好像还有会有第二个缺点哦，这样，万一那个人一开始 score 就给你输入一个负一这样子，那你不就会多执行一次？就如果你是这样子写 ，score 他写负一，他已经一开始他连输入都还没输入，他就说我今天不想输入，今天看到太多考卷了，不想改了这样，那我就打一个负一。那打一个负一在这里，他不就跑进来这边了吗？因为坏了可能会执行啊。那我就是 score 就是负一，负一就加到 sum 里面了。那这样这个 sum 以后我再做不就可能会是错的这样。好，所以这边会有两个问题这样。第一个呢，坏了这个 score 它不会没有初始值，如果你这样写的话。啊，第二个，这个如果万一要输入的是一个负一，那个不是正确的数值，不是有效的数值，它也会跑进来，有可能会跑进来这个坏了回圈里面这样。好，所以一定要这样子写啊，记得哦，就是有这一个这样哈，比较正规的应该说符合逻辑的写法，一开始都是要初始值，才真的进入坏儿回圈里面去判断你输入的这个数值是不是终止要终止的一个数值这样，如果不是，就叫他一直输入这个成绩进去这样子。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需要我再讲一遍的？如果觉得我讲太快，可以举手说老师你讲太快了这样。啊，有的同学有时候会觉得我讲太慢，老师这个这么简单，你为什么要讲那么久？都可以举手说这样子，不会生气这样，不会保证不生气这样子，对。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范例这样，就刚那个范例这样，他把他的那个哨兵的数值定成-99，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你不想这个使用者不想再输入成绩了，他就输入一个-99就好了。所以这个程式一开始他就请他说，那你先输入第一笔成绩，或者你也可以输入一个我们定义的特殊符号，比如-99来终止 ，quit 就是离开这样子。看你现在要输入成绩，还是要输入那个-99。
好，他先叫他存起来，好，先输入第一笔资料，只要这个 score 不是等于这个哨兵的数值-99，那我就帮你做加总，一直帮你加加加加加加加，直到你输入一个-99，整个数值就会停。只要你输入了-99，这个坏回圈里面的这个东西就不会执行，最后它就会跳出来，在这边 sum 就会把它的所有的乘积和给算出来，这样。好，所以有这个机制的话，你也不只可以算 sum， 也可以算平均的一个部分。好，所以仔细看这些紫色的一个部分，这样。好，就看作业的部分有没有需要用到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或者是之后的后面的作业，以及后面那个期末专题的部分。期末专题在期中考之后就会跟大家比较确定好，分组啦，跟你们要做什么，这样会有一些方式来让大家就是做的东西会比较一致一点，这样子。好，好，所以这个就叫做哨兵的这个部分。好，目的你可以记一下笔记啊，就是为了要确保说，这个人在输入数值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终止条件，然后前提条件是你不知道到底他会输入几笔。你想要用比较弹性的做法，你给了这个使用者一个弹性的机制，只要他不想输入数值了，你就跟他讲说，那你就输入一个特殊的数值，哨兵的数值，譬如说这个范例的-99，他就可以终止这个程式。如果他要继续打，那他就输入不是-99的数值，他就会帮你做这个程式的，比如说这边做加总这样子，哦，这个叫哨兵。这个就要让这个的目的是让使用者要跟你做互动的时候，他可以跟你讲说什么时候他不想输入数值了。在这个范例里面呢，这个范例可能之后要搭配我们后面会讲的一个内容，大家会更有感觉。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教的跟就是写的程式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缺点，这样子，就我们重大的缺点就是他一定要叫使用者跟你做互动。如果我有10笔资料，你叫使用者依序的输入10笔倒还 OK 这样。如果你写了一个程式，它总共需要10000笔资料，你觉得你会叫使用者就连续输入10000笔资料吗？你会发疯吗？就说我们写了一个程式给你，然后说这个程式如果你要使用的话，那你要连续输入10000笔资料，它才会帮你做计算，那你不会觉得很麻烦吗？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家觉得你们觉得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如果你就是真的资料量非常的多，你就一定不会想要叫使用者一笔一笔的输入这样。那你觉得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这样，现在你用的程式打的电动啦，开的电影看电影的那个，应该没有叫你一笔一笔输入资料的吧？哦，比如说你要看个电影，你还要自己输入那个每个电影的 pixel 的数值。好，那我现在想要看第30秒的那个数值，那我就输入个30。然后如果你想要连续看很多，那我就要输入从0到1个小时，应该没有这样，这样超级不方便的这样。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怎么做？你们目前有没有什么想法这样？传给档案这样。所以你之前有写过类似的东西这样。哦，所以你如果讲出来档案，一定是要么你有做过，要么就是你的观念真的蛮好的这样。就说那我可能就可以，的确是答案是这个样子这样。就说那我可以把资料全部摆在一个档案里面。譬如说大家你播电影，你不会是自己输入每一秒那个电影的资料啊，你一定是有一个档案让你直接点两下就可以播了这样。所以以后我们会教到，如果你的程式要很有用的话，你的程式必须要能够去读档案。好，读完档案做一些运算之后，你也可以把这个运算完的结果再写回去档案里面。譬如说可能大家打电动的时候，我记得我以前打电动都会用那个什么游戏修改大师。就一开始就把那个等级弄到最高，然后我就会知道我那时候就已经学到二进位 的那个极致，就是上限值是多少。因为不管是玩什么三国志，我要改那个金钱啊，最多就是什么65535啦，还是653好像是2的不知道14次方还是多少次方这样，就它有一个上限值这样。那在那个时候要改那个档案，我就需要说就是说要修改游戏在执行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档案给我，我再用那个档案去做修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现在用的程式它必然都需要去把一些去读取档案的数值，然后把运算完的结果再写回去档案里面。在这边这个 loop 呢，它针对的其实是读取档案的部分。也就是说现在可能我们现在有10000笔资料或者是100000笔资料，我不知道资料有多少笔，但我全部都把它放在档案里面。
然后我有一个程式要去读这个档案里面的每一笔资料，把它读出来，那我怎么办？如果是刚刚前面教的这一个，你还可以叫使用者输入一个这个-99，代表他不想再输入了。可是现在，如果你把譬如说所有人的成绩都存在一个档案里面，然后用程式把那个档案叫出来做一些运算，我怎么知道那个程式里面到底有多少笔资料？这个就要用接下来的这一个了，这样。那这个稍微知道一下就好，因为档案的部分，等一下下一个单元会稍微讲一下，然后在后面有一个专门的单元，就是在讲这个档案的存取这样子。哦，就说如果你以后真的要做自动化，要把资料写到档案是最方便的，不要叫使用者再跟你做互动了。哦，特别是资料量很大的时候这样。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 end file control 的 loop 就是说，那我就去侦测，如果这个档案呢，譬如说它有10000笔，它就会一笔一笔这样由上到下这样写出来，写到最后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个档案的终止字元。这个待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叫 EOF， 就这个。好，所以以后会让大家有机会，就是你把这档案打开出来看，你会看到它最后一笔的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特殊的符号叫 EOF， 这样代表那个档案的结尾。哦，档案的结尾这样子。啊，这 EOF 实际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Google 一下，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数字，就是-1啊。好，它在你的档案的最后放一个-1的值，让这个程式知道档案。嘟嘟嘟嘟嘟嘟，你只要读到-1，就代表这个档案的内容已经结束了。这样，所以你就看到那这个程式在做什么呢？它就是一开始呢，这边其实还没有把档案读取的资料放进来，因为这边大家看到，它就单纯的一直去把那个数值扫进来，存在一个变数里面，它会一直不断的用这个坏回圈一直去扫那个数值，只要扫进来的数值呢，它不是 EOF。好，这边要跟大家补充一下。请问大家，这个 input status 等于 scanf 这个意思，你猜这个 status 答案会是什么？数值。如果你真的输入一个数值，那这个 input status 的答案会是什么？之前教的，大家有用过这个吗 ？scanf 这一个，啊，之前用是不是都是这样用？没有前面这一句，就是直接 scanf。如果我把 scanf 再弄一个等于给它，这个变数数值会是什么？那个值。第一个答案是那个值，就是这个 person D 的这个值 ，score 的值，还有没有可能别的答案那样？那个值已经被存在 score 里面了，对吗？你输入的那个值这样，你输入一个100，它就存在这里。哦，那这个可能会是什么 ？input status。答案是你输入的资料个数这样，也就是说。你这边输入的是不是只有一笔资料？如果那笔真的是资料，譬如说真的是一个整数 ，person D 是整数嘛？如果真的是资料 ，status 就会是一。你也可以让它，如果你 scanf， 你也可以让它输入好几笔资料。譬如说你用 person D、person D、person D， 然后上面放后面三个变数，那你真的输入三个变数，这里的答案就会变3这样子。好，总之就是说。只要你真的有输入这个它你所要的那个数值，它就帮你算有效的数字是几个这样。哦，这边是一，这边只有输入一笔资料，所以正常来说它会是一这样。如果你输入的资料呢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数值，那它出来的数值就会是 EOF， 也就是-1这样。不过它有个正式的名称就叫 EOF，EOF 就是 end of file 这样 ，end of file 这样，档案的结尾这样。maybe 档案不管你是输入就里面曾记录的数字。可能就假设就1到10 ,1,2,3,4,5,6,7,8,9,10 这样照排下来，最后一笔的资料的后面它就会是这个 EOF 这样子。所以这个就叫做前面说的这个 end file control 的一个 loop。它的观念其实跟刚刚那个哨兵是一样的，一开始你一定要给它个初始值，哦，这个变数判断变数的初始值。哦，啊，这边因为是要读取档案的，它就用 scanf 把它扫描进来存在这个变数里。只要这个真的是一个数字。